大家好，我是红鹤，欢迎大家关注红鹤的创业脱口秀。微信教父啊，张小龙提到了一个观念，叫做社交化的三段理论，有两个核心的目的，就是顾客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这个顾客的参与性啊和互动性，他提出了这个三个理论。我们今天啊就聊一聊张小龙所提到的三段社交化商业的理论。理论之一是去中心化，理论之二是将销售思维转化成社交化的思维，理论之三是把顾客思维转化成用户思维。我们今天啊就来一一来解释这三段论的实战应用。第一个实战应用，去中心化。这里呢有一个误区，说去中心化是不是没有中心化呀？错了，去中心化的前提是一个有明确的方向。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做自媒体，我们说要跟网友进行互动和分享，才能够更好的社交。那么能不能要网友去中心化呢？不可能啊，我在这儿讲啊，又不是大家讲啊。所以有去中心化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和定位。你比如说你现在做新三农，我现在做那个创业教育，你呢做娱乐，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小龙讲到的去中心化是建立在一个产业社交的方向上。你比如说微信的思维，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吧，啊，叫做微信的思维，这本书这里面就鉴定了微信的社交化的框框，微信社交化的商业的理念。在这个框架，在这个理念，在这个方向内，你如果认同了腾讯，认同了微信这个社交平台，就如同说我今天要先认同今日头条，先认同今日头条的这个板块，在这个板块内才有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去中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调动我们所有的用户参与体验和互动还有分享。红鹤啊做自媒体的这种去中心化呢就做得不好。为什么呢？没办法呀，因为我每天给大家传播的是一些有价值的创业的经营的运营的一些思想，这个本身就具有了中心化的。因为这些价值当中不像娱乐啊、三农、美食啊、游戏、唱歌、跳舞这么什么的这么民意。所以呢去中心化它的价值是什么？是越来越接近于大众，反而什么呢？精英跟大众有些时候观点是违背的。所以呢我做这个自媒体呢去中心化就做得不好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块好好思考思考啊。但是总归有一点，你不管是窄众的还是宽泛的，你一定要做好什么？做好去中心化。只有让所有的顾客大量的参与进来，别像我一样啊，所有人看了我的短视频点一个什么收藏。收藏呢是什么？是便于大家的一个阅读，但是呢不是转发，也不是互动，也不是分享，没有一个什么呢参与，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的内容呢被平台呢不大量的来推荐，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是将销售思维变成社交化的思维。张小龙讲到了说销售思维是卑微的思维，社交化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平等交流的思维。打个比方吧，说今天我如果揣着一种销售的思维来跟所有人来沟通，一定会沦为那些什么卖教材、卖培训，然后呢卖付费社群的那些割韭菜那些自媒体人。他们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卑微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哄着你，要夸着你，要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叫情商。而红鹤呢，红鹤就是你喜欢我，你喜欢就看嘛，你喜欢你就点赞和分享嘛，你如果想跟我成为朋友，那我得先了解你嘛，那么你干嘛要跟我成为朋友呢？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嘛，我也不卑微，你也不卑微，你别叫我老师，你也别叫我大师，大师遭雷劈。你看当你有一个销售思维的时候，你一定会什么呢？被捧为大师。因为你不是大师，你不是大咖，你不能够销售你的东西。你看很多微商和电商的微商教父、电商教父，他为啥叫教父啊？他为什么不叫教哥呢？他为啥要叫创业教母呢？啊，他为什么不叫校母呢？他一样的道理嘛，因为我想成交你，所以我得牛逼大大的啊。但是呢，张小龙讲到了，说未来一定不是这种主导的割韭菜的过程，一定是大家都是什么，都是平等的。红鹤啊，鹤啊，比你大的叫小鹤啊，小孙啊，红鹤这样的一个称呼，大家在人格上、
价值上、思想上共鸣了，才能更好的成为朋友，这才是一个社交的过程。现在有很多很多还是把粉丝经济那套拿到了一个社交化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做，那事实上就割韭菜。粉丝经济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主导的，说我写公众号，我要搞流量啊，你没有权利，我只能什么呢？我只能给你，你被动的接受。社交不行，社交一定是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分享的。第三点他讲到了，叫做什么呢？叫做客户思维一定是什么呢？是失效的，用户思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用户思维呢？我们一直讲到一句话嘛，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客户的思维，这就是用户思维。客户就是你把它当成客户嘛，我销售你，销售完了就 OK 了嘛，啊，然后你认为不满意，我再服务你嘛。客户思维不是这样的啊，用户思维不是这样。用户思维是什么？是当我来给你提供一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要测试。你认为行不行？你认为行咱就干，你认为不行啊，咱们就改再调换。这是张小龙所说的社交三法则当中的第一个，去中心化。第二个是什么呢？将销售的思维变成社交的思维。第三个是什么？是把客户的思维变成用户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以用户思维为核心的产品经理人，才是未来社交化的牛人所在啊。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创始人都应该有一个用户思维。你比如说啊，将粉丝流量爆款打造成一个具有社交化粘性的后端，后端就是用户思维，前端就是客户思维。那你说前端的客户思维牛呢，还是后端的用户思维牛逼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众筹。众筹就是严格的按照用户思维来做的实战。为什么你的众筹做的不好呢？不是因为没有粉丝的问题，是因为粉丝不够裂变。如果有100个粉丝，大家都给你拉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也能裂变？不是你的制度不好，是因为大家不相信，是因为大家没有建立在一个用户机制的平台上。所以呢，就是顾客思维会越来越失效，用户思维已经来到。我是红鹤，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希望大家针对于张小龙所说的社交三段论啊，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实战啊。喜欢的呢，给我分享一下，转发一下啊，谢谢，拜拜。